昨天呢，到这个屏东来恒春开讲，活动结束，发现了尴尬了，柯文哲的宣传车疑似误判的高度，就撞进了西门内的这个砖墙，就卡在里头。警方到现场紧急来卸压，帮忙脱困。现在还说呢，民众党事后将被就责，但是初步厘清，这辆宣传车不是民众党官方的车辆，而是呢支持者自发性前往的车辆，才造成了意外。